哎呀，这边就是克拉克，不是华沙的老城啊。华沙老城真是别有风味啊！因为这边的话呢，为什么我觉得比这个罗马、巴黎都要好呢？因为现在那边已经被难民占领了啊！大家如果印象深刻的话，就是叙利亚在发动战争之后啊，很多难民就涌向了欧洲，最终涌向了就是那个经济发达的城市，像罗马、像巴黎。但是波兰呢，经济不太好，所以呢，难民也很少。哦，sorry，一个小孩子。所以呢，这边很有这个，我觉得这边很有老欧洲的味道啊，完全，对呀，完全没有这个黑人在这儿要饭。我觉得欧洲要是纯净到这个程度就行了。我的个妈，那我就移民过来了。又便宜，然后慢慢的就又变得不纯粹了，对呀，太多移民了。哎呀。